另外，中国知名的长顺集团日前联合美国 REMAX 地产，在洛杉矶举行了两场长顺滨江皇冠的楼盘品鉴说明会。据介绍，长顺滨江皇冠是位于昆山市中心的精装江景豪宅，房价500万元起，是上海同档次的楼盘价格的1/10，面积2510起。昆山江景豪宅有80%的绿化率，不仅在昆山鲜有，在整个大陆市场都是罕见的。同时配套有5万平方英尺的会所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中西餐厅、SPA、会所等一应俱全。这次推出的楼盘周边配套也很完善，像超级市场、影院、体育中心、公园、大型商业中心等都在5分钟步行圈内。这个专案共分3期开发建设，其中1期、2期已经交付使用。本次将在北美销售的是项目最后一期，也是江景风景视野最佳的3栋。而且昆山呢离上海又很近，而且昆山在5年内，将和上海地铁进行无缝的对接，所以呢它的投资潜力是非常大的。而且我们这次来呢也是带了诚意过来，在北美的华人购滨江皇冠的豪宅可以享受20,000元的折扣。这一次这三栋豪宅呢是江景豪宅精装修，它的地理位置还是价格都是最好的。总经理孙立良还介绍，长顺滨江皇冠还有很多的优势和卖点，例如它的物业是全国一级物业公司绿城物业，景观设计是国家一级园林景观棕榈园林等。另外，昆山距离上海很近，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后花园。昆山每天有90多班高铁到上海虹桥站，用时只需18分钟。昆山离苏州也只需半小时车程，形成上海、昆山、苏州半小时生活圈。凤凰卫视王福明，洛杉矶报道。每一年全